各位兄姐平安，今天是常年期第二十五主日，弥撒即将开始，请起立敬堂曲《上主是我的牧人》。及圣神之名，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庆祝一周的第一天，主耶稣复活的日子，我们再次也协同耶稣，将我们这一周的生活托付给天主的恩宠，也求天主的恩宠带领我们、降服我们，让我们的生活更像是耶稣基督的生活。现在我们大家认罪，好能虔诚地举行圣祭。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失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童真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
请大家祈祷。天主，你曾晓谕我们，爱主爱人乃是所有戒律的中心，求你使我们恪遵你的诫命，日后获享天国永生。以上所求是看得指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望。圣道礼仪，我们恭听第一篇读经。攻读智慧篇。恶人说，我们要陷害义人，因为他太令我们讨厌，反对我们的行为，指责我们违反法律，控诉我们品性不检。我们要看看他的话是否真实，看看他有什么结局。如果义人是天主的儿子，天主一定会帮助他，拯救他脱离敌人的手，让我们用耻辱和酷刑考验他，查看他是否温良，考验他是否忍耐，让我们判他受可耻的死刑，看看是否有人来救他，像他所说的一样，上主的圣言。感谢天主。答唱咏。Thank you.
恭读圣雅各书。弟兄们，哪里有嫉妒和纷争，哪里就有混乱和种种恶行。但是那从天上来的智慧，首先是纯洁的，其次是和平的、宽仁的、柔顺的、满有仁慈和善果的，不偏不倚，毫无矫饰。在有和平的地方，谋求和平的人撒下正义的种子。你们中间的纷争和冲突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身内争斗的私欲来的吗？你们贪婪，若得不到，便要杀人；你们嫉妒，若一无所得，就要打斗争执。你们得不到，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而不得，是因为你们求得不当。你们求财富，只为满足自己的私欲。上主的圣言。感谢天主。同在，恭读圣马尔谷福音。主愿光荣。那时候，耶稣和门徒们起身经过加利勒雅，耶稣不愿意让人知道，因为他正在教训门徒。他对他们说：人子快要被交付在人的手里，他们要杀害他，死后第三天他要复活。可是门徒们不明白这些话，又不敢问他。他们来到格法翁，进了屋子，耶稣问他们说：你们在路上争论些什么呢？他们都默不作声，因为他们一路上在彼此争论他们当中谁比较大。耶稣坐下，叫过那十二门徒来，对他们说：谁若想居首位，就必须居在众人之末，做大众的仆人。然后他拉过一个小孩子来，让他站在门徒们中间，又抱起他来，对他们说：谁因我的名字接待一个这样的小孩子，就是接待我。谁接待我，不是接待我，而是接待派遣我来的那一位。上主的圣言。请坐。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照我们的民俗我们这礼拜有四天的中秋连假我们下礼拜二就是中秋节那中秋节为我们的习俗就是一个团圆的日子出门在外的当然现在工业社会比较难不过再怎么样大家还是希望说是一个家人团圆的日子那出门在外的家人能够聚在一起借由吃月饼赏月大家来享受这个节庆或是所谓的天伦之乐等等那大家在月圆的气氛里面来庆祝家庭的团圆那种喜乐的气氛那当然我们教会也会深化这个我们的习俗所以我们一年的四大
祈祷日啊，我们就把啊这个感恩日啊放在这个中秋节哈、啊。那中秋也开始一个秋收哈、啊，啊一个庆祝啊一个生命的季节啊，或是农业的一个季节哈、啊，开始收成的季节哈、啊。那为这个季节天主的赏赐，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哈。啊那当然我们可以从内心里面我们都很渴望所谓这个生命的圆满啊。那事实上我们也知道啊，生命不可能没有，生命不可能圆满啊。生命如同这个我们的每个月的月亮一样啊，我们说有月圆月缺等等啊，慢慢的上弦月下弦月等等啊，到十五啊才是真正的满月啊。所以我们说满月也不是每个月天天都是满月哈，还是有它的所谓的缺陷所在哈。那我们说假设大自然的一个循环就是这样子，那我们生命更是这样子哈。那我们用什么来补足生命的缺憾呢？今天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哈。那这个方法也是我们一般人比较不愿意去面对的哈。所以我们在上礼拜跟这礼拜的福音里面，耶稣挑战门徒们哈，但是门徒们故意听不懂啊。那这个挑战是什么呢？我们上礼拜耶稣问门徒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哈，那这个问题耶稣也不只是问门徒，问我们每个人哈。我想不只是2000年前问了，我们今天也是问我们，甚至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也不断的去问自己哈。那到底耶稣基督为我是谁？哈。那耶稣讲得很清楚啊，当然伯多禄受深沉的感动说你是天主子哈、啊、你是墨西亚永生天主之子啊。当然深沉的感动，他说出耶稣真正的身份啊，他是爱我们的救主啊，为我们牺牲，赐给我们永福生命的救主啊。但是伯多禄知道耶稣的身份，但是他不知道耶稣成为这个救主的方法是什么。所以耶稣当然称赞他哈，就是天主圣父都给他一个感动，知道他的身份哈。但是耶稣说，人子必须要受苦哈，被人弃绝啊，然后受苦受难被钉死啊，但是他第三天要复活哈。门徒们听不懂啊，伯多禄也听不懂啊。那我们今天又看到耶稣又问门徒哈，那他耶稣朝向耶路撒冷的时候就又再一次的告诉他们，人子快要被交在人的手里，他们要杀害他，死后第三天他要复活。那我们看福音的记载很有意思哈，耶稣这么讲的时候，可是门徒们不明白这些话，又不敢问他哈。我想这个大概是我们的人性哈，我们看到我们在念书的时候，或是我们碰到一些事情啊，有些事情我们也不是不听不明白哈，可能我们故意的就选择性的听不明白哈，或是不愿意去面对。那反正那些题目啊，我们不感兴趣啊，或是这个题目为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哈，那只要我们装作不知道啊，我们不要去问啊，就没好像就没事了哈。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子哈。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福音的记载很有意思，后来耶稣后来他们停在格法翁啊，进了房子哈，就问他说，你们在路上争论些什么？他们反而不作声啊。那原来他们一路上在彼此争论，他们当中谁比较大哈。所以问题来了哈，耶稣所说的他的使命，他的道路就是弃绝自己啊，背着十字架啊，然后为人爱人的缘故来舍弃生命哈，被杀害，但是他第三天要复活哈。门徒们对这个漠不关心哈，他们只争他们当中谁最大哈。所以这也看出我们的人的软弱哈，以及我们所谓的生命的圆满的一个最大的根源所在哈。所以今天的智慧篇也告诉我们啊，但他是集耶稣这个天主子的大成哈，这个为人受苦为人定死的这个天主的儿子会被人所陷害哈，被人所讨厌那他要考验他们哈，看看他是否温良
忍耐啊，要判他受可死的死刑啊等等啊。那成为天主子啊，天主子的一个生命的圆满的方法啊，就是被反而是被弃绝哈、啊，被杀害哈、啊、等等啊，这超过我们人的一个想象啊，跟人我们的理智啊。所以那这也是人类冲突生命不圆满的根源哈、啊。啊，如同今天圣雅各伯书所说的，哪里有嫉妒和纷争啊，就有种种的种种的恶行哈、啊。那这些恶行从哪里来呢？他讲得很清楚哈、啊，就是你们中间的纷争冲突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身内斗争的私欲而来的吗？啊，所以这告诉我们个人生命的不圆满啊，家庭或是社会的不圆满的冲突所在啊，就是我们人的私欲，我们人的自我中心啊，我们人的骄傲自私啊，造成这些我们生命的不圆满啊。那我们面对这个生命的不圆满要怎么办呢？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啊，我们要跟随他啊，我们要接受我们人的限度，我们要接受别人的限度哈，那我们必须要从我们的自我中心、我们的自私、我们的贪婪里面，我们走出来哈。那怎么走出来呢？走出来的方法就是唯一消失耶稣的态度哈。我们愿意为了天主的缘故，愿意别人的缘故啊，为了愿意为我们自己圆满生命的缘故。我们愿意背起我们生命的十字架啊，来跟随耶稣啊。那跟随耶稣的方法，当然我们说这个需要天主的恩宠哈、啊，也需要天主的力量啊。但是耶稣告诉我们，我们假设跟随他，我们相信他，他会赐给我们恩宠啊。换句话说，我们生命的困难挑战啊，我们自己的内在的私欲偏情，或是啊外在人的啊。我想是人的倾向哈，愿意自我中心，如同门徒一样哈，谁都愿意当老大哈，老大可以发号施令哈，为所欲为哈。但是就是因为这种态度，那我们失去了生命的一个圆满哈。那耶稣告诉我们的就是，啊，以他的爱啊，如同为爱世人一样，背负起十字架哈，为爱天主的缘故，为爱别人的缘故。啊，以爱来弥补啊，来补足这个生命的缺啊。那透过我们愿意效法耶稣基督一样啊，我们愿意以爱的缘故接受我们啊自身的软弱、别人的软弱啊，生活当中所碰到的困难挑战。那这样的一个爱的态度啊，可以弥补我们说的啊人际间啊、团体间、我们个人跟天主之间、个人跟自己之间的。一个缺憾啊，就是以天主的爱来弥补这一切啊。那我们也知道这一切，除非啊，如同耶稣所说的，我们也跟他一样啊，或是我们愿意跟他一样啊，或是我们也愿意在耶稣面前承认我们需要这一份救恩，那天主的爱才能够充满我们啊。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精神的。基础啊，不在于我们多大的能力哈，啊，我们有多有办法去做一些什么啊，而是我们真正的在天主面前承认我们需要天主的救恩，我们需要天主的爱啊，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啊，不只是为全世界的人，也是我们为我们具体每个人啊，舍弃他的生命啊，因着他的牺牲的爱啊，我们分享天主给我们的永恒的生命啊，我们成为天主的子女啊。那除非我们有这份体悟啊，否则我们也不容易啊。以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啊，以爱来接受生命的缺啊，以爱来弥补生命的不足啊，我们也没有这份啊动力啊。那除非我们有天主的恩宠啊。所以我们在啊今天的弥撒里面啊，我们也再一次的来恳求天主啊，如同耶稣所说的。我们生命里面最大的成就啊，不是在于外在的一些成就啊，而是在我们生命的内在的素质哈。我们愿意跟耶稣基督一样啊，为天主的缘故，为爱别人的缘故啊，我们以服务的爱啊，
以一个谦虚的精神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让天主的恩宠透过我们啊，去服务别人啊，去照顾别人啊，如同教宗在啊圣体大会闭幕典礼所说的哈、啊。那我们基督徒的使命是什么呢？当然，我们第一个要认识耶稣，那第二个啊，我们就是要愿意哈、啊、学习耶稣的生活的态度啊。以耶稣的价值我们去分辨我们生命里面啊所碰到的每一件事情啊。那当然第三个啊就是跟随耶稣基督啊。那怎么跟随耶稣基督呢？就是耶稣讲教宗讲的一个很具体的例子啊，我们的爱服务是什么呢？就是把我们每天生命碰到的人啊，特别是碰到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啊，我们以对待家人的心啊，那让他感受到家的温暖那样的态度啊，那就是真正的去爱啊，那也是啊去为天主的国啊效法耶稣基督的精神啊，谦虚的依靠天主恩宠啊，去爱的一个具体的表现啊。那也是耶稣所说的啊，谁接待一个小朋友啊，那这个小朋友啊就是我们所说的啊最小的兄弟姐妹啊，可能他们在困难当中，在病痛当中啊，在受苦当中啊，这都是耶稣基督所说的啊小孩子哈、啊、那我们去靠天主的恩宠啊，去接纳他们，聆听他们，陪伴他们，帮忙他们，那就是接待耶稣基督哈、啊、那耶稣说接待他的不只是接待他啊，而是接待他派遣来的那一位天父哈、啊。所以我们在即将庆祝民俗的中秋节哈、啊、团圆的日子，那我们也相信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不只是现世的团圆哈、啊、我们生命最大的圆满啊，是跟天主的爱啊结合在一起啊，是跟天主的爱在内心在我们里面啊，我们有天主的种种的恩宠哈、啊、那在天主的爱的圆满里面啊，我们依靠天主哈、啊、那我们才能够过一个以天主的爱为中心的爱天主爱人的生活，那这才是我们生命的最大的圆满哈、啊，也是天主预许给我们永恒生命的所在哈、啊。那我们将来在天主的国里面啊，我们就是要享受这一份爱的圆满哈、啊。那时候天主给我们的爱啊，给我们的生命的许诺啊，才是真正的圆满无缺啊。所以我们也再次。既有这台弥撒啊，求天主赏赐给我们啊，我们不怕认识我们的不足啊，我们不怕人的有限啊，那我们需要的啊，就是开放我们的心，让天主的爱来到我们内心里面啊，接受天主这一份救恩啊，那我们也将这份救恩向别人开放啊，那过一个在天主内一个圆满的天主自己的生命哈、啊，也去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啊，遇到需要的人，我们也以家人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来接待他们啊。天主降福大家。我们再次的向天主表达出我们的信仰，我信唯的天主，全能的圣父，天地万物，不论有形无形，都是他所创造的。我信唯的主，耶稣基督，天主的独生子，他在万世之前由圣父所生，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出自光明的光明，
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他是圣父所生，而非圣父所造，与圣父同性同体，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他为了我们人类，并为了我们的得救，从天降下。他以圣神由童贞玛利亚取得肉躯而成为人。他在搬却比拉多执政时，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而被埋葬。他正如圣经所载，第三日复活了。他升了天，坐在圣父的右边。他还要光荣的降临，审判生者死者。他的神国万世无疆。我信圣神，他是主及父以生命者，由圣父圣子所共发。他和圣父圣子同受亲宠，同享光荣。他曾借先知们发言，我信唯一至圣至公从中途传下来的教会。我承认赦罪的圣子只有一个，我期待死人的复活及来世的生命。阿们。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圣雅各中途为我们指出，我们求而不得，是因为我们求得不当，只为满足我们的私欲。现在让我们祈求天主纯净我们的心灵，并引导我们以纯洁的心灵向他祈祷。请为各地遭受迫害的主教和司铎祈祷，求主不断地助佑他们，使他们能坚定以牧者的身份分担基督的苦难，因而促使他的群羊更加团结，并因信德而获得力量。我们同声祈祷。求主俯听我们。请为受战乱、饥饿和疾病所折磨困扰的国家祈祷，求主使这些国家的人民都能在国家政府的努力下以及国际的关怀和协助中脱离困厄，走上安稳和富足的生活。我们同声祈祷。求主俯听我们。请为生命临危的病者祈祷，求主使十字架上的基督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安慰和护佑。我们同声祈祷。求主俯听我们。请为我们的堂区团体祈祷，求主帮助我们每位信友在信仰的道路上不断更新，对主的忠诚和爱慕日日增长。我们同声祈祷。求主俯听我们。我们也继续为全世界的新冠疫情早日的消弭，以及我们教区60周年来祈祷。慈爱的天父，感谢你先后派遣道明会、马利诺会会士及其他各修会许多的传教士，将福音带给我们，并且建立了你的教会，成立台中教区。天父，感谢你60年来对台中教区的恩宠与照顾，你赐给我们得救的恩典，并让我们成为教会家庭的成员，透过圣言、圣体、圣事的滋养而获得丰富的生命。我们愿意将这份爱与恩典分享给更多的人，因为你愿意人人都得救并加入教会家庭，来享受这份从你而来的爱。为此，求你遣发圣神点燃我们心中的爱火，以真诚的祈祷和悔改活出信仰生活的见证，并热诚地分享你爱的喜乐。天父，感谢你教我们的圣职人员所有的子民
并恩赐教区的扶传谬灵工作积极开展，以光荣你的圣名，大圣若瑟、童真圣母玛利亚的敬佩，圣家的守护者，你是家庭的主保，也是我们教区的主保，求你为我们转求你的圣子耶稣，能够回到天主的阳站，困苦考验中的家庭能与基督密切连结，求你扶助我们的软弱，让我们依靠圣神的恩宠，加强我们的智慧与力量，更有勇气传扬天国的福音。天主，你以你的名拯救了我们，求你扶持我们，使我们能向你呈奉献祭献，并颂赞你的圣名。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圣祭礼请坐，奉献曲献上祭品。
弟兄姐妹，请你们祈祷，望全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仁慈的上主，请收下你子民的献礼，好使我们借感恩圣祭的奥基，获得所信仰与期待的恩惠。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愿主与你们同在。请举心向上。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这是理所当然的。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能使人得救。你的子女犯罪，远离了你，你却借你圣子的血及圣神的德能，使他们重新与你团聚。正如你和圣子及圣神只是一个天主，你造就人类成为一个子民，基督的奥体，圣神的宫殿，你的教会来歌颂你无比的智慧。因此我们随同所有的天使欢悦赞美你，不停地欢呼。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因此我们的待台前与普世教会共同庆祝本周的第一天，基督从死者中复活的日子，你已高举了他，使他坐在你的右边。我们靠他的名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他甘愿舍身受难时，拿起面饼，感谢了，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清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新的地奥迹，上主，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我们恳求你，
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并因圣神合而为一。上主，求你垂念普世的教会，新的子民协同我们的教宗方济各，我尼贝的仆人与所有主教以及全体圣职人员，都在爱德中日趋完善。求你也垂念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姐妹，并求你垂念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使他们想见你光辉的圣容。求你垂念我们众人，使我们得以天主之母童贞中苦玛利亚、圣母的敬佩圣若瑟、诸圣宗徒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圣女共享永生，并使我们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献扬你。全能的天主圣父，一切崇敬和荣耀借着基督、协同基督、在基督内，并联合圣神，都归于你，直到永远。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说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更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主耶稣基督，你曾对宗徒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望。愿主的平安常常与你们同在。请大家互助平安。Thank you.
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除免世罪者，蒙召来赴圣的人是有福的。Thank you.
请大家祈祷。仁慈的上主，你以圣体圣事养育了我们，求你不断助佑我们，使我们一生常能借此感恩圣祭，获取救恩的实效。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各位教友请坐。堂区这边有四点事项报告。第一，中声广播电台为保留文化与建筑，作为永续传福音的地方，现改名为中声加播数位文化馆，为整修内部对外募款至目前还缺20多万，请各位教友慷慨奉献，奉献箱放在圣堂后面。第二，圣母圣心南修会方永乐执事敬夺典礼定于9月25号星期六上午10点在双十路法蒂玛堂举行，同步网路线上直播，请大家为方执事祈祷，共送主恩。第三，9月24号星期五早上10点开始全日民工圣体，请大家来陪伴耶稣。第四，本堂路德圣母军支团招募团员，每周五上午10点开会，上午11点开会，有意愿者请向王美惠姐妹登记。以上。我们弥撒最后也借由这个降服，我们求天主借由我们所领的圣体圣事，耶稣的圣命，给我们有他相同的恩宠，以我们的谦卑服务，为弟兄姐妹，为我们的教会，为最小弟兄姐妹的服务，也让我们将来在天上，与天主圣山永远的团圆。愿主与你们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弥撒礼成，你们去传扬福音吧。礼成曲，赞颂感谢天主。